求真理，重拾你的生命。生命电视与你一同追求真理，重拾你的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。保持光明菩萨和在场仔细聆听的圣众，那莲华世界里常常听闻到佛音、法音、僧音、情欲寂灭之音，诸法本无音，六度波罗蜜之音，离无畏音，六神通音，无所作音，无生灭音，微妙寂静音，因寂静音，缘寂静音，大慈大悲无生法忍受记之音，等等等等法音。在那莲华世界修行的大菩萨们，都经常听到如是正法传播之音。
莲华世界里，无论是已经升到的，还是未来即将升到那里的大菩萨们，无一例外都具足32相，身体发出的光明都能够一游寻之外，在正得无上正等正觉修行路上，再也不会堕入三恶道了。那些大菩萨们都已经成就大慈心、大悲心、柔软心、无爱着心、调伏心、寂静心、忍辱心、禅定心、清净心、无障碍心、无垢心、无污心、真实心、习法心、欲令众生断烦恼心、如地心、离一切世俗言语心、爱乐圣法心、求善法心、离我心、离生老病死寂灭心、守住烦恼心、解一切缚寂灭心、于一切法得不动心。同时，那些大菩萨也都具备了专心力、得发起力、得缘力、得愿力、得无证力、得观一切法力、得诸善根力、得诸三昧力、得多闻力、得持戒力、得大舍力、得忍辱力、得精进力、得禅定力、得智慧力、得寂静力、得思维力、得诸通力、得念力、得菩提力、得坏一切魔力、得摧伏一切外道力、得坏一切诸烦恼力等诸多能力。无论是现在已经在的，还是未来即将往生到莲华世界的大菩萨，他们都已经供养过数不清的十方诸佛，并在诸佛目前广种一切善根。那些大菩萨都以禅悦为食，精神世界快乐的程度跟梵天一般。他们不会去使用任何有形的食物，所作所为无有不善，也没有女性的存在。至于那些痛苦的感受、爱和恨的心念，以及由其而产生的种种烦恼，也包括有我或者是我的种种心念所产生的种种烦恼和三恶道
等等诸多产生烦恼和痛苦的根源都没有，甚至是都没有听说过诸如此类的话题。那莲华世界既没有黑暗和臭秽之处，也没有什么荆棘山林、堆覆土沙砾石之类让人感到不悦的景象。至于须弥山、大海、大小铁围山中间的幽冥之处，也没有任何自然灾害可能够产生痛苦和烦恼的根源。那莲华世界的光源都是来自佛陀和其他菩萨发出的声音。莲华世界里有一种鸟名叫善果，它鸣叫的音声都是宣扬佛陀所传承的正法。宝日光明菩萨又好奇地问道：世尊，那莲华世界有多大？那莲华尊佛住世多久？讲经说法的时间又是多长？世灭之后，正法又能保持多久？那里的菩萨们又在什么时候能够往生到莲华世界里？有没有大菩萨从遥远的佛国世界去拜见莲华尊佛？他们也供养那里的僧团吗？那莲华尊佛未成就之前，那世界又叫什么名字呢？那世界的过去佛灭度几时，莲华尊佛才成就的呢？为什么那莲华尊佛在无量无边的佛世界里实现种种神通，却是有些菩萨能够看到，而有些菩萨却感觉不到呢？佛告诉宝日光明菩萨：好比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须弥山王，高168000由旬，长宽各84000由旬，有人以神通力将须弥山王击为如芥子一般大的齑粉，那齑粉的数量除佛陀外无人能够知晓那些齑粉的数目。那一芥子为莲华世界的一个四天下，而这所有的齑粉数完也无法算尽莲华世界的所有四天下。那莲华世界里的大菩萨们的数目跟西方极乐世界数目是一样的多，那莲华尊佛的寿命和讲经说法的时间都是30终劫，他灭度以后正法住世的时间是10终劫。那些已经往生到和即将往生到莲华世界各位菩萨们的寿命都是40终劫。
尊佛未成就之前，那世界的名字叫旃檀，清净庄严的程度是无法与现在相提并论的，也没有像今天那样多的清净大菩萨在那里。旃檀世界的过去佛名号是日月尊如来，同时也具足印功，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事，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陀，世尊，这十种德行。那日月尊佛说法三十终劫，临到快要灭度时，有许许多多的大菩萨以愿力的原因去到了他方世界。其余留下来的菩萨都在想，今夜半夜时分，日月尊佛就要涅槃，佛陀灭度以后，我们当在十终劫内护持正法，哪位大菩萨能够在正法灭尽以后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成就佛位呢？当时有一位大菩萨名叫虚空印大菩萨，得到日月尊佛的授记，将于十终劫后成就佛位，名号莲华尊如来。日月尊佛给虚空印菩萨授记完毕，又传承了诸多密印法要，就在当夜半夜时分进入到涅槃境界。刚才你们看到弥勒菩萨等诸多菩萨礼拜称名念诵，就是莲华尊佛刚刚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成就佛位，示现种种神足变化的时候。当时法会中有一位名叫寂的大菩萨很是不解，请教佛陀言道：世尊，是何因缘让诸佛摄受的世界都是那么清净微妙，种种庄严，没有污浊，也没有任何秽恶，那些佛世界无一例外都是大菩萨充满其间，成就种种无量功德，享受种种快乐。世界根本上就没有声闻和缘觉二乘，甚至是连这两乘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，而您却在这命浊、劫浊、众生浊、见浊、
烦恼浊，这五浊充满的娑婆世界，正得无上正等正觉，成就佛位呢？以至于在四众弟子中，以声闻、缘觉和无上佛乘来宣说佛法呢？您为什么不摄受清净庄严的佛世界，而要选择这五浊恶世呢？佛陀告诉记忆菩萨，摄受什么样的佛世界来教化众生，是根据每一位大菩萨的愿力来决定的。有些大菩萨发愿摄受清净佛国，也有些大菩萨发愿摄受不净世界去度化众生。有些大菩萨为了成就大悲心，专门发愿摄受那些五浊恶世。所以摄受着五浊恶世的娑婆世界，来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成就佛位，也是我的本愿所致。记忆，我今天在此，就把发生在久远阿僧低劫发生的事情告诉你们吧。听完之后，你们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。整个会场鸦雀无声，近的只听见轻微的呼吸声，全都在用心聆听佛陀那慈祥的法音。佛陀告诉记忆菩萨以及在场的人们，在此之前，过恒河沙数的阿僧低劫以前，这世界当时的名称是山毗蓝，杰名善食。当时有一位名叫无争念的转轮圣王统治了四天下。这位转轮圣王有一位大臣名叫宝海，是梵志种姓。这位宝海梵志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对于命理也是十分精通。他生了一个儿子，有32相。
具备了80种好，有100种福德庄严其身，身体发出的光照亮了方圆一游寻，身体就像圆圆的树干一样，让人百看不厌。当他的这位儿子诞生时，天上各方仙人都争先恐后前来供养，因此取名为宝藏。宝藏长成后，就剃除须发，披上袈裟，出家去了。不久就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成就佛位。佛号还是叫宝藏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善事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等10种德行都已具备。宝藏如来成就佛位后，到处讲经说法，令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得以在天人之间转生，更多的人都顺利摆脱了生死苦海，登陆了极乐境界。有一天，宝藏如来在4众弟子的簇拥下，游化来到一个名叫安州罗的城市。这个城市是转轮圣王的首都，这首都的郊外有一处名叫阎浮的超大的地。世尊就与弟子们在这园林中安顿下来。那转轮圣王听说宝藏如来与弟子们来到阎浮园里，也就率领文武百官和眷属来到园林拜见世尊。